尊敬的各位诸老，长老长官，各位侨乡所长，弟兄们、先生们、同学们，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亲友们，大家节日好！今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华诞暨母校85周年校庆之际，我们辽皇江西合唱团将给大家带来一首经典老歌《童年》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童年的回忆，那段时光永远是最单纯、最天真、最难忘的。童年就像一首诗，是你勇往天真画画的记录。童年就像一幅画，画你有我多彩多姿的生活。童年就像一个梦，梦里有我想象和憧憬。童年就像一首歌，唱出人生的旅程。童年的生活幸福美好，童年的世界浪漫，让我们回忆那段时光，让我们用浪漫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童年。请欣赏辽皇江西合唱团带来的童年。
感谢乡亲们的送团，感谢从前里美妙的歌声。现在有请陈振华理事长上台，为大家颁发纪念品。有请泰国孤儿慈善机构庄顺门董事长、泰国孤儿华侨同学校友会黄文龙主席、泰华个性公益总会联合会主席黄汉良同事上台。大姐们的童年，大姐们的童年也是我的童年，忘不了初恋，更忘不了初恋的时间，对吧？这是他用的是有钱费，他们要赞助我们的学校。来，比我。我也有啊。当江的。啊，念念念。
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，就这么好奇，就这么幻想，这么孤单的童年。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，水彩蓝